首先很感谢大家这一次哈，在半夜凌晨哈就来我们来帮忙这样子。那有的甚至两点多就已经开始来忙了，那甚至没有睡觉哈，真的很感谢大家。那能让我迎娶过程那么顺利，那就是我们会幸福的。那有你们大家的祝福就 OK。记住的好吧。